微的两个人有点相处的意思嘛，互相了解了解嘛，对不对？那说不定你就能看到他的优点呢。我觉得他。我先闭个麦，兄弟们，你说是不是？这老板现在就是，毕竟我是就是他一个经常一起玩的男陪玩嘛，对吧？再加上上次程浩的一些事情，懂吧？一起玩就有了一些依赖感，懂吗？所以说孤单的时候想找一个人，这个有一个那种阶段的嘛。但人在孤单的时候喜欢找个人来陪伴，懂吗？正好我是那种男陪玩，懂吗？又是一具阴沟里的尸体。这怎么说呢？相当于，他甚至都没有见过我，懂吗？也不知道我的性格，就想跟我进一步了解，是吧？可能是习惯性的依赖我了，懂吗？所以说肯定是拒绝是很正常的，必须得拒绝的，是吧？而且我作为男人的话，不仅要对工作负责，而且还要对吧别人负责，能听懂吗？兄弟们不要带入啊，兄弟们，还好没有压力，没有压力，没有压力，那我暂时不抓了，感觉猴子要来抓我了，不想让我回家。你小心点哦，你别被猴子抓了。那肯定不可能的，我怎么会被他抓呢？想到你，如果以后他们俩遇到真正能依靠的男人，我可以帮他们，你懂吗？弟弟，你有压力吗？你这么厉害，应该不会有什么压力吧？那肯定是没有压力的呀，压力没有啊。我溜了，莫纳米斯，溜了。你这下路扣人啥？你转你妈屁两圈，你他自己在那里转的嘛？我俺兄弟控制在他那里，我啷个控制嘛？你自己拿鼠标控制，啷个控制？你落不来鼠标嗦？哦，那个 Q 出去了之后，那个东西出去了之后，还要按鼠标去控制的吗？我又打了。两位姐姐别吵架，我来了，我来帮你们了，我来了。我又打了伤。伤还差一点点啊。哎，我来了。哎，他咋死的？这卡莎怎么死的？流了半天的血，流死了。算了，我上不了。还行。是不是猫咪玩的？都是因为有弟弟在。玩多了。去找凯隐，去找凯隐，下来，你去找凯隐。我溜了，找凯隐干嘛？凯隐是谁啊？打野小龙那个，去上他身。我看我应该可以秒他，抓他。这炸弹人不太会玩啊，这炸弹人。下路可以再来抓，我觉得。还来吗？能来吗？能来我就去了。可以来，可以来。但我想秒他，我要秒他。你先秒的。好。厉害，弟弟。直接给他秒了。4-0了。你们除了玩吃鸡，你还玩啥呀？你们。他不会玩吃鸡，你问他会玩啥吗？他玩的游戏我都不会玩。哦，不想玩，我晕3D。他晕，晕头晕的吧。我最开始玩吃鸡的时候，你知道我是怎么吗？就别人跟我说吃晕车药有用，然后我又买了晕车贴，然后买了晕车药，吃了晕车药，贴着晕车贴在那打，然后可能玩两把，我就特别特别想吐。然后我不是那时候跟队友一起打嘛，然后打到一半我就跟队友说，我就找个房间蹲下来，我就跟队友说，等一下，我先去厕所吐一下，然后我就找个房子蹲那，然后我就抱着马桶吐一会儿。你玩吃鸡是吧？我晕 3D 嘛，我特别怕晕。那你基本上告别了 FPS 游戏了。下路需要抓吗？下路，要你就说一下。
要我就帮抓。摩根大没有去，没有大了。对对对。我去下路干可以不？哎呀。这波可以来。我可以来吗？我来了。我来了，我来了。坚持一下。我没得技能，快点儿！我来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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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来了！上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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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都得死！牛逼！推塔吧，推塔吧！能奶吗？能奶吗？没奶了。没有蓝，没有蓝。没蓝吗？我溜了，我溜了，回家吧，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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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闭闭闭闭。弟弟啊，你到底想不想想不想你学姐去相亲啊？圆圆姐，你要再这样，我以后不接你单了。你老这怎么了嘛？你要再搞我提成号了。哎呀，这有什么的，对不对？你有什么你就直说嘛，你看你学姐都我发现你好像有病一样。我又啷个了嘛，我不是在帮你嘛。你说那些爪子嘛，那我不跟他说那你就藏到心头嘛。我藏到心头就藏到心头，你非要跟他说那些而不是你说出来嘛，他也不得那么快拒绝我噻。你莫说了，你莫说，那我还不是因为了你才中过的，那我不说你妈就水姐这么优秀的人还需要网恋？你在逗我，圆圆姐。他拉扯一下，拉扯一下，拉扯一下。Legendary。哎呀，我应该给那个队友拿一下的，那你俩也不一定是网恋啊，对不对？那也能现实啊。我摊牌了，我喜欢陈浩。你是不是有什么大病啊？你性取向，你不会有点什么毛病吧？你性取向不行，还是你那方面不行啊？哇，你要真的弟弟，你要是真的喜欢别的，你要是喜欢男的，你可以跟我讲，真的，我可以给你介绍别的男人，咱能不能放过陈浩？咱能不能不在这个树上死？我打个石头人。你喜欢别个嘛，你就不要了，我在这儿我是一直维护别个嘛，很恼火的很，真的。你看别个在这儿都喜欢男的。你把别个逼的是吧，都喜欢陈浩了。还不是你说的。你不要跟他说，你不要跟他说我对他有意思的不就好了嘛，你不要这样说出来嘛。那不是说喊那个小的呢，我还不是为了撮合你两个嘛。而且我都搞笑的很，我推塔了，推塔了，推塔了。我哪里搞笑的很？哪里都搞笑的很。真的是我，对，你不要说出来嘛！才认识了好久嘛，你就把我的秘密都说出来了，你还把我当姐妹嘛？还一直在跟他说，我没打算那么早跟他说的。我操！啊，你准备好自己好跟他说嘛？下辈子。你好烦，真的，你不是一般的烦。我懒得跟两个吵了。二楼一没大了。老子不想跟你说，有的有钱。回个锤子，老子杀他！我真的我无语了。我没得懒，给你加血都加不了，真的是。你上来给我加攻击，老子都不至于他妈双招技能。你好像有你妈毛病啊！不是我说你。你哪会有毛病？三个毛病全部怪到我身上。我说那个游戏我本来都不会打的，你非要那个说吗？你管人妈游戏耍的那么撇，我伤我心爪子嘛！还你挂我身上，挂我身上。两位姐姐，我是挂到你身上，我没得男的，我也放不出技能的嘛。那你挂就不要动噻，没男就没男噻。我想回去，我没得男的嘛，用都用不了技能，我在你身上爪子哎。插不上嘴了。啊，我在你身上爪子嘛。
其实那都防不出来。那你当个寡钱不行吗？两位姐，两位姐别吵了。我当寡钱爪子，我都问你。我都插不上嘴了。嗯，都姐妹。插什么嘴啊？那不是因为你的话，他妈的，我跟他有那么多矛盾吗？哦，这也能怪我？都怪你。哦，怪我，怪我。我去打游戏啊，姐，我啥都没干啊。啊。打游戏就打游戏，你赶紧把这个猫拿走，拿走，别让它在我旁边，看着它就烦。啊。没事，我那我快点把这猫拿走，烦死了。他喜欢你，让那你让他挂你身上去。他也喜欢你，懂吗？嗯，打是情骂是爱，你没听懂吗？他在骂你，啊，怎么？给你看一下我的操作。不是，怎么啦？我让他去死，你心疼啦？啊？我让他去死，你心疼啦？快抓 Q， 快抓 Q，快抓 Q， 快抓 Q， 夸不了。算了吧，算了。快，夸不了。直接去，我有虚弱跟点燃。那你刚才咋不放虚弱呀，姐？嗯、他离我远呐、啊，他刚才都在我们脸上了，不远了。快点夸张 Q 这里，弟弟，啊、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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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夸张 Q， 不要不要不要，你过来杀他。啊，过来过来，来了来了来了，来了来了，杀不死吧？嗯，没夸张 Q， 三杀，过了过了那个时间了。他的中路，你来我，没有用，我走位还可以了。好，跑不掉了，牛逼！开心吗？虽然你这把游戏打得好，但是我还是要说你，是吧？你说他咋子嘛？人家打得好，你要说别个两句，你说人家咋子？得罪你了吗？还是啷个嘛？咋了？我说他，你心里很不爽吗？